这边哦，来，请问你了，来，这个东西是不是十块钱？十块钱有一个，所以呢是多少钱？十块，就是十块。那十块钱有两个呢？二十，就是20块啊。十块钱有三个呢？三十，30啊。十块钱有四个呢？四十，是不是40？好，再来看这边，如果是100块钱有一个呢？一百，100块钱有两个呢？两百，100块钱有三个呢？三百。100块钱有四个，四百，来换1000块的，1000块有三张，有一张呢？一千，1000块有两张呢？两千，1000块有三张呢？三千，1000块有四张呢？四千，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这边几个零？一个，这边呢？一个，这边呢？一个，一个，这边呢？两个，这边呢？这边呢？这边呢？三个。你有发现一件事情？这边的零就是什么？从这边过来的哦。所以你只要去算，数字乘数字，数字乘数字，然后零，直接搬。数字乘数字，313，0，直接搬。数字乘数字，零，直接搬。数字乘数字，零。直接搬，数字乘数字，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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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搬，就这么简单，会不会了？是我说什么？数字乘数字，零直接搬。对，听得懂，听得懂哈，因为十位。你只有10位盛碗，当然就是10位。你有100位盛碗，就是100位，懂不懂？懂不懂？懂哈。所以呢，我说什么？数字乘数字，零就直接搬。对，所以你只要乘到有零的时候，乘到有零的时候，怎么办？数字直接乘。数字，乘数字，然后零直接搬，零直接搬，搬，好，直到有零的时候，数字乘数字，零直接搬，直到有零的时候，数字乘数字，零直接搬，数字乘数字，零直接搬，懂了吗？来，开始看下面的题目，来，开始，来看这边，来。乘到有零的时候，乘到有零的时候，乘到有零的时候，做什么事情？零遮住。是不是数字乘数字，然后零直接搬？那所以这个零你就不要管它，懂不懂？那所以二六。十二。十二。二四。八。九。对，要加上手指的，懂不懂？好，按零呢？直接搬。算完，会不会了？好，来看这一题，看这一题。二二四二四八零零直接搬，数字乘数字零直接搬，数字乘数字零直接搬，数字乘数字零直接搬，会不会的？好，下一个，来很快哦，三六18三五15加一16零直接搬，会不会的？好，下一题，五255315加二17零直接搬，零直接搬，下一题。832482128216加2所以呢1818啊零直接搬，零直接搬，会不会了？好，换边，好，来开始，9436919加33拿走1变12，会不会了？20零直接搬，会不会了？好，下一题，62126212加1十三，零直接搬，来下一题。好，来看这边，七三，二十一，七一，七八九，会不会零？直接搬。好，再来，四六，六四，二十四，四二，八九十，八加二十，零直接搬，零直接搬，会不会？好，再来，三五，十五，三三，九，九加一。十，所以呢？零直接搬。对，所以一定要做什么事情？指着念
变数字乘数字零直接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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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懂不懂？要做什么事情？数字乘数字零直接搬。再快。数字乘数字零直接搬。对，数字乘数字零直接搬，懂不懂？来，那你看这边，那你这个会不会？很简单啊，数字乘数字，数字所以是六。啊，再来。零直接搬啊，就三个零啊，会不会啦？有没有很简单？所以就是数字乘数字，零直接搬，数字乘数字，零直接搬，数字乘数字，零直接搬，会不会了？会了哈。好。